是长久以来吼，为着咱的台湾民主的运动，尤其是咱台湾跟公民投票的运动，咱来欢迎咱的蔡东仁蔡委员。好，来，咱即摆来欢迎咱的蔡委员蔡东仁，人人掌声来欢迎。来，大家好，用掌声来欢迎。蔡委员即摆嘛是咱严胜馆的总顾问，吼，来补解。总顾问了，嘿，嘿，总顾问了。总顾问。嘿。讲几分啦？哦，讲几分。歹势，歹势。这少年囡仔吼，才下五分钟，哦，阮这拢真照起工，你看表啊拢摕手的，你嘛。啊，这个严胜馆议员，各位贵宾，各位亲爱乡亲吼。我普通时啊，拢有等于就我，拢等于家己说明吼。啊，今仔大家吼，硬啊等一日，来讲我会使讲五分钟个，看有公平无？啊，其实吼，时间超过我啦。看即款现场吼，就一定动转的吼。那个，我这哦，哎呦，袂使哦，安尼嘛代志大条嘞。是啊，我是嘉义市竞选立委党员，竞选总部成立的时候嘛，无遮济人嘞，啊，就当当选啦吼。这个我伫美国住三十年，啊，即马愈来愈发觉讲，咱若要确保台湾唔能叫中国配置，爱有公民投票，无人民直接投票来决定台湾的前途。这个美国、中国、日本，伊拢袂当替咱台湾人来决定咱台湾的前途，所以我才伫美国调工转来，转来推行这个公民投票运动。即马公民投票法已经通过啊，啊，我怎啊互叫做蔡公投啦？你捌听蔡公投无？但是伊真不灵呢，咱即马一看。对咱台湾伤害足济，我们来举行公投，啊，这个骂拢无应准啦。民进党提一个一遍，台联提两遍，拢骂拢讲不应准台湾公投啦。这个一话对台湾伤害偌大吼，我简单讲一个例就好啦。这个。中国交香港签订四拍，是2003年6月29日。咱一块，我那伫6月29日签啦。这个一天有365日，讲要紧同日签哦，敢那有365分之1啦。365分之1是偌济呢？咱若有一个人格啊！吼、哦，一边有蒋介石的像，都小人刷跋九遍，蒋介石的像弄出来，甲有法度365分之1啦。所以国民党调工去经济日，就是要台湾交香港收降。即卖咱今仔日纪念我甲人公道，只有用11月27日。这个市长选举的时候，变相的公投啦。咱若讲当年啊，就是表示咱无支持这个骂的这个政策，一话就是等于互咱甲公投甲否认的啊。但是咱若讲输呢，才是台湾人爱鼻啊懵的啦。你讲你不爱一话，阿妈强烈的推用一话。啊！恁搁去选书哦，台湾人哦，啥物通去进场啦？所以这个年底的这个选举，后个月选举哦，是等于对骂不信任的公道。希望大家呢，爱护咱这个国都的市长拢会当当选，安尼好唔好？我伫这个立法院哦，啊，真久啊。这个阿扁啊，做总统做八冬，因为咱伫立法院无多数，阿扁啊，这个中央政府等于空转八年，所以咱苏贞昌
来去当选市长。即个市议员，咱若无较侪人当选，市政府那拄啊空转啦。所以呢，一只大家爱努力支持即个市议员，互伊大家拢会当当选，对不对？尤其呢，严胜冠，伊阵伫美国咧读册时，我就有听老爸去美国读小读哦，是一个真乖真巧的即个查囡仔。伊伫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出业，这是我那美国的名校之一呢。所以一个咱的查某囝会当去到遐，啊去读册，一边去。好啦，啊，即摆有听的无？你讲后壁无听到，讲即摆听咱东英阿兄讲话啦。啊，其实嘛五分钟到啊呢。加一分啦，加一分啦。我有一个码表了，我知影讲一分是偌久吼。啊，伊经历也真好，啊，佫也真拍拼，所以即款的人，若准无当选吼，才是对咱即个民生事业一个真大的打击。所以一只在座，大家爱，毋是干那今仔来听演讲准拄好个呢，大家爱去甲邮票。好唔好？好，好，多谢，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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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咱的蔡东营蔡委员，谢谢，感谢新店啊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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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再慢慢讲，慢慢讲。咱今嘛要来介绍这位吼，嘿，坐真久啊，哦，坐真久啊，啊，咱的呢，这个台独联盟吼，主席，哦，伊拢的人来啊，常常坐遐，我较早有看到吼，来，咱的台独联盟的主席，焦董主席，咱的。来，咱的陈晓彤陈主席哦，真甘心，真甘心。咱的即马讲伫即个所在哦，啊，换到即个马英九，也真嗨。啊，真侪人讲哦，哇，看伊呢。做代志无啦，啊，规天干那咧冒中国的大嘴，啊，所以或者呢，啊，亲像咱黄昭彤、咱黄主席安尼用心继续为台湾拍拼，咱在即处热烈掌声来欢迎咱的昭彤主席。各位支持严胜冠的好朋友，真感谢大家来参加严胜冠的那个加油。你怎个看起拢专专家己的啦？台北人敢尊重家己的名？我台南县的，啊台南县嘛有中央会呢，台北县嘛有台南县的中央会呢。我也足希望阮台南县中央会的人，我来支持严胜冠啊。台南的无，台南的嘛爱支持台南的国，你看好无？这严胜冠少年是讲少年吼，你来。啊，要看你安尼古锥古锥，但是个身躯吼一支个钢铁插掉嘞，吼、哦，这精神非常好，哦、有继承因老爸，吼、哦，下款精神啦，吼、哦，我这个因老爸吼，我今后是我四十年来个好朋友，我是老同志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伊会当，咱今后会当在台北市竞选立法委员，啊，咱县官会当在遮。竞选市议员，我表示这对孩仔囝，就对台湾有真大的认同，对台北市有真大的贡献，才当安尼，比较拍拼哈。啊，我希望你选举正困难的中间，咱就来继续支持咱县官。这今年的选举，这选举当然是为着台北市好啦，哈，用这好的议员。来向政府提出好的建出来，来建设台北市。啊，当时好的市长出来时，你话安尼就是好的市长。啊，所以咱既然咱今年无来支持这苏贞昌做市长袂使。咱台北市是台湾的首都，台湾的首都去沦陷伫这侯伯川的囝收来啊，你敢好啦？敢好？这总统一件代志，首都的迄款市长也是一件代志呢。古早
我要去日本以前，我住伫台北市，迄当时台北市是蒋介石统治的，但是台北市吼，台北市是什么人呢？高玉秋呢？高玉秋对迄台北市介石，咱都爱看到，就是讲，咱整个台湾去轮南去，当然唔叫去轮南去，但是咱啊修到过河桥，咪当保持咱的尊严呢，啊，所以今年无论如何，咱这台北市的选举，咱这市市长就来选哦，这苏贞昌来予伊当选啦，吼。啊，当然这政干相关吼，这还袂使叫落选去。啊是，这大家拢伫遮，不过咱这台北市甲台北关系拢隔壁尔啦，吼。所以原来是咱台北关遐吼，加一个蔡英文，咱原来敲电话叫恁来支持啦。啊，无就民进党。诶，党首伫遐咧落选也是真歹看，所以最好，咱当然是讲魔都当选。起码你嘛讲台北市甲台北县，吼、哦，即新北县拢讲市长拢当选吼，这是咱爱做这方向去努力。啊，这是咱做台湾是世界中的台湾啦，哦，咱世界中的台湾，咱家己的行政首长。叫外口人来接住这嘛作歹看吼，所以确实诶，台湾人爱选这台湾人，或者世界的潮流，讲台湾人要想啥物，台湾要行啥路，互大家去认识吼。啊，若无你甲选讲要叫中国统一的遐，来做咱的总统，来做咱的市长，啊，咱确实足无民主啦吼。啊，所以来拜托啦吼，来先关机。来即摆吼，咱的这个李主席吼，要牵着咱男性官的手，要来个拜托大家一定爱互动转者，咱来甲喊一下吼，来，严顺官。